全国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《标股俱乐部》，我是固德投顾总顾问汤老师。好，那今天你有在看盘的哈，表示你还有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啊。那很多人应该都不想看了，好，睡到两眼发红、发肿，因为无量、无量必无量，无量啊，什么代志都无想要做，意兴阑珊。太阳底下呢，绝对没有什么新鲜事，没有量，外资休下去了，未来何去何从？今天最低的时候跌9点，最高时候涨21点，上下振幅30点。台北股市上下振幅没有振幅啊 ，no volatility， 也 no value， 没有量，都没有量又没有价的盘，好无聊哦，不想看盘。那众人呢，一定是怎么样？等大外资回来了。开始否极泰来了，开始量滚量了，开始攻击了，什么股票开始动了，指数开始波动度变大，涨跌幅开始变成波动度大于100多点了，他就会开始心动，然后因为动了烦心，又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在动了，很多股价在动了，又因为受不了，他又开始追了。这种人啊，我讲完之后你就觉得会不会赚钱？嗯。没有量，没有量，没有量，什么事都不想做吗？这个市场啊，有耐心的人赚没有耐心人的钱。如果你此时此刻你没有耐心，表示你没有经验，你也没有方法，你不知道台北股市未来何去何从啊！你准备要追股票啊？等外资回来再说，外资在休假，我也 Merry Christmas。外资等他回来开始拉抬，开始攻击了，我再来追。所以散户为什么他？150年、200年、300年以后的操作都是一样，200年前如此，200年后如此，都是追高杀低。为什么追高？因为在量低的时候，应该有好股票，应该睁大眼睛去找的时候呢，他意兴阑珊，他眉头深锁，他不知所措。买了呢，股价不会动，因为买了不会动，马上不会飙，他就认为这个大盘没有行情。开始追了，开始飙了，他一路追，他追高，他追得很高兴。因为他追高，人的很奇怪的，散户都喜欢看那种看得到的东西。他去追的东西哦，因为受不了哦，冲出去。你问他为什么去追，他也说他不知道。反正他这样一直追，股价一直跑，他就认为以后会一直跑。很奇怪的一个道理，这是人性的。那今天没有量，量不量他没关系，反正有量你也赚不到钱，没量你更不想玩。好，一定钱很难赚。无量必无量，今仔日啊，甲你报告一下啊，311亿的量啊，哦，真的是漂亮，311亿的量，无量啊，必无量，上下振幅30点，这种盘啊，睡觉盘，不可能会赚钱的、啊，还是不可能，睡觉睡觉。我们固德投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，我来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睡觉。有一档股票叫做利特，9:01的时候，我们急急如律令，9:01就是一开盘的一分钟啊，讯息就出去了。9:01啊，新的会员市价买进利特，4.5块附近，一半资金，100万买进50万，1000万买进500万。9:01一开盘你买进4.5块附近，买完之后亮灯涨停板，收起来。然后呢，9:10的时候呢就下班了，恭喜今天买进的利特已经攻上涨停板，收起来，获利爆了，安全带爆，刚开始而已。我讲过会费只是一天的事情，而你呢，还没开盘啊，你就知道外资休假了，盘不可能赚钱。明金收兵，看电影去了，睡觉最好。而这种人，我刚刚讲过，提纲挈领跟你谈的这种人呢、啊，一定是等外资来了，行情来了，他会高高兴兴哦，这个摇旗呐喊去追高。散户都是这样的、啊，摸跨板了，你今天你是不是在滚？你没办法解释今天这种盘啊，太阳底下它没什么新鲜事，上下振幅只有30点，无量。无量绝对必无量，你讲的都有道理，哎、欸，都有道理哦。无量一定必无量哦，但是你没办法解释，
为什么最近来找我的手续办一办的？今天一开盘啊，不到十分钟，会费的问题就解决了。后面准备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，你没办法解释啊，受起来。刚开始，立特啊，特别有利。飙不飙？他飙啊，鬼盘就派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搞的也困，行情来了，不知道，怪东怪西。你没办法解释为什么他这么飙，你还搁底下捆，还搁底下锁目睭啊，亮灯涨停锁起，接受全市场的目盈不目送，然后盘前、盘中、盘后，就这分析舒服不累，分析以来就开始分析，偏光板要涨涨7%，分析是留给一些两光老师的，好，那叫做事后盘，我是实战派的，那这个大盘没有量，需不需要急？人给你无地位，水给你丢无义，需不需要急？不需要急。那为什么不需要急呢？当老师跟你讲那个点啊，自己看，还是一样，这个扣线还是一样，不需要看完之后，你大概就会解盘了。缺口9049点，这是重点的啊、哦，仍然没有回补，预估成交量还没有增加，外资休假去了，防守盘。那重点在这里，防守盘，重点在这里，9049点。今天有没有来？今天最低还是9100，气死人还是不要来，那就是等啊。人给你无地位，水给你钓无，我就跟你讲，你冲进去也是不会动，冲进去也是等着搞不好被套，等他开始攻击了，你再来追还不是很好。但是我讲过这个大盘，听清楚哦，它不会 V 型反转。我再讲一遍，它不会 V 型反转，我更改我之前的讲法。它不会啊 ，V 型反转，不会 V 型反转，它会震荡，可能会这样震荡整理。为什么？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散户进来了。来，我们看大盘，今天好看。你看这个大盘，除非外资很强啊。你看一下最近，我讲过，散户的指标就是融资余额，我看到没有？嚯、哦，一路过关斩将，四五破四，这些散户啊，就是之前去凑热闹。我跟你讲过，安内会上万点，很多人就是冲进去了。跟散户都这样，涨上去拼命追啊，啊套到之后，你看一下，在下跌的过程当中，你看了吗？融资是拼命增加的、啊。那你告诉我，这个大盘怎么 V 型反转？卖光啊啦！所以我认为会震荡整理打底，然后让没有耐心的人听清楚哦，这个大盘让没有耐心的人下车，所以我认为这个盘会很泥闹。这个大盘就是怎样，有耐心的人赚没有耐心的人钱。散户既然进来了，你放心好，他会让你没有耐心，没有耐心的人下车，这个大盘就有机会大涨。所以你看一下最近会不会动，不会动。那你就干嘛？听我的口令，你就是等就对了。等啊，等也是一种操作啊。9049有没有来？他就是不来，不来就是不会涨。如果来了，你要等什么？等我汤松奎的口令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还记得吗？谁最有资格跟你解这个大盘？又回到重点来谈了。谁？这个大盘谁能够玩弄于股掌之间？嗯，我们来还是一样来落实这个大盘。回首来时萧瑟路，我讲过了，你要的是将军，你要是有经验的人带你操盘，包括大盘也是如此。这个大盘我之前跟你讲过了，看清楚什么叫解盘。我说这个大盘安内会过高，有没有造假？没有嘛。这个大盘有没有依如我汤松奎的规划？嗯，安内神准的预测，而这个高点放大9430点是今年的新高嘛，对不对？镜头拉远，而这个大盘的9430点看清楚哦，我之前我汤松奎在9200点，我就跟你把这个命算好了，说9450点。我说 A 波会等于 C 波的满足点大概就是9450点，有没有？然后这个大盘呢就来到9430点，那被很多人吐槽，嘿，顾德投顾汤顺奎哦预测大盘很不准，差20点啊。所以你看我们顾德投顾真的预测大盘很不准，差20点，但是我们讲在前面，我们这个验证在后，跟他讲哎，安内会到什么9450，结果就安内直到9430，误差20点。那我知道他既然会安内，所以我在选择权怎么样？
我在选择前买了一个什么买权嘛，全市场都知道嘛。这个市场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的人的钱嘛。大盘崩到9000是这一波最低点，11月14号，谁敢当着全国投资朋友的面买一个9200的扣给你看？你叫他站出来啦！我说过我的节目实战派，我不解释后盘，我也不是来出公差的，出公差然后很没有责任，吹口哨下班，随便乱讲一通哎，乱讲一通，你看到没有？你看我的节目，你没贪得有几，包括选择权赚210%，你赶紧去弄表，因为最后它涨到200多点。好，那重点来了，那这大盘我也跟你讲，外资要休假，我也提醒你，安内神准的预测。那后来我跟你讲，不要追多，又是领先全市场最高点的时候，跟你讲不要追多，因为它背离了。后来是不是又是我对，一路上穷碧落下黄泉。跌到这个地方，你不要急，你等就对了，听我的口令，叫他上，他二话不说；叫他跌啊，他大气不敢喘一下。你到底要跟谁做？重点来喽，这个大盘，当很多股票买点来的时候，大盘我再讲一遍，个股是跟大盘脱钩的。大盘这一波回档400多点，对不对？从9430跌到今天的9100，跌破9100，跌了400多点。我们来看一下，有一档股票，涨时重视，跌时重视，你一定听过这句话，两个都很棒。我说大波段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大盘跌400多点，从日线图来看，大盘跌400多点，涨时重视，跌时重视，它可以让你躺着趴着的跪着买。大盘跌400多点，为什么这档股票它不会动，而且随时蓄势待发要升空？它已经滑进跑道，准备起飞，又再一次挑战你赚钱的欲望跟企图心。欲将心事付瑶琴啊，知音少，它弦断有谁听？要不要拼？不要想太多，会费会费会费，赚到钱啊，你会觉得会费很便宜。会费啊，它只是一天的事情，快过年了。很多人今年都没赚到钱，我知道。拼了，你要不要拼？你只要想拼，把企图心拿出来，想要过好年的拼了，红包价，自己打来问，一定让你去球把球。只有100个、50个名额，广告中的电话你自己三家运用。我们先进一段广告，之后回到现场来。好食歹食，搞好中破塞，用心一点，不要吃健康。爱问得意的一天，丁金甲不爱听后语，就是这款。第一天，五尊宝健康油，金在西雕专业做油，同贵美国心脏协会健康标准，4:8:1，各位大降低胆固醇。嗯，爱健康，爱好甲，得意的一天，五尊宝健康油，得意的一天，好啊安心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留白自己染发 DIY 简单快速又方便，全新快速染发只要几分钟，天然植物萃取，没有刺鼻味，染发、洗发、护发一次搞定，让你染回青春活力。赶快拨打0809-092-688，0809-092-688。都市60分钟节目，南瓜三项新闻大奖，防灾的机制是一片空白，地址相当的不稳定。极端考验下一个乌来，荣获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。白袍的汗与泪，晨报半年计时，荣获台湾医疗优质形象报道奖。谁让孩子哭泣，荣获优质新闻奖。另外入围卓越新闻、吴顺文新闻奖、新加坡亚洲电视最佳新闻节目四项节目大奖。最专业、最深入，请锁定每周六下午1点60分钟。最传统的坚持，最纯粹的口味，180天古法曝晒，100%纯黑豆酿造，自然无添加的甲级酱油，请拨打订购专线
0809-080-208。云林麦寮港海底发现105种生物，极力争取国际生态港认证。麦寮青年返乡务农，企图摆脱石化污名，努力永远不嫌多。巴黎协议后，洪水来临前，锁定中视系列报道。从天文到地理，由复杂到简单，物理化学没那么难。原来科学好好玩，你不可不知的科学小知识，都在周日下午1点的中视新闻台科学补给站。地球无价宝，难得有心郎啊！只要有心，知难啊，他行易；没有心啊，知易啊，他行难。台北没有量，台北股市只有300多亿，因为外资休假去了。投资朋友此时此刻要打起精神，不要等外资回来开始拉了，开始攻了，你再开始追了，你的名字啊，永远叫做散户。来，最近有加入 LINE 的哈。F 四星啊，最近涨最凶的不是原物料哦，是比特币。这档股票跟比特币有关系啊。对不起，喉咙有点不舒服。你看一下60分钟线来看，没有量，它就一路盘跌，看到没有？那你要等等什么？等我的指令。它没有 V 型反转的条件。从量价结构来看，我们翻开葵花宝典看一下啊。什么叫做量价结构？没有量的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？量价结构我帮你上一个课，什么叫量价？站姿量价部，这在这个葵花宝典里面的站姿量价部里面，把量价的结构稍微提了一下。最基本的观念，量价的关系就是怎么样操作的一个这个面啊，这个很简单的一个理论，就是成交量过大爆量之后会回档，成交量一直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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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缩到极致会反弹，原则上就是正价关系，正向关系。量大失控量里面，这有教怎么算失控量，失控量的时候爆量它就下来，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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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卖压卖不下去了，就准备反弹。所以此时此刻啊，不要摸底。你不觉得我都很老神在转？几人给你无地位，水给你钓无鱼，你哭哭装哭哭装，你就是等我指令就对了。9049点没有来，9049点就算来了，我还是会再看一下。这是要做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人的钱。毕竟这一波我已经实战了，给你操作给你看。从这一波最低点赚了选择权的210%给你看，叫你不要追多了，外资要休假去了，他一路上穷逼路下往前跌掉，跌死人了。那什么地方是低点？等，天下是等出来的。听我汤叔回一句话，你等我的指令就对了，手续办一办，好。做股票做观念，做产业做趋势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观念一通，财运亨通。观念一通啊，你这个技术分析，你如果很强，基本面做辅佐，学会技术分析，不用内线也会赚到大钱。这本书啊，外面绝对买不到啊，只有顾德投顾一家，顾德投顾最会照顾会员所得的投顾。你看今天大盘没有量，大盘没有量，刚刚葵花宝典怎么讲？跌到量缩缩不下去，你要怎么样？等嘛。但是后面你听我指令就对了，反正我教他怎么上他就怎么上，教他怎么回他就怎么回。好，利特，很多人说没有量，很多人说单系，但是你没办法解释。我汤顺回了，今天现买现赚涨停板，会费一天的事情就帮你解决了。后面准备享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好盘。你看一下它底部，你就流口水。哇，底部好漂亮，老师啊！这个底部真的漂亮，破底翻，而且它有实质的基本面，偏光板大涨7%，这已经是市场上大家都在传的事情。好，我讲过观念的问题，不用内线它也会赚到大钱，还记得吗？你要能够把不止你观念一通啊，不止台北股市解得好，你看道琼，我在15000多点，我跟你讲，我要给你回到家，他乖乖的来到家，哎，老师啊，神准。我说一定创新高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一定创历史的新高。我汤仲奎说了不算，你看我讲说他还没创历史新高，你看创新高18000，我也跟你讲创历史新高之后，他一定还会怎么样？再创新高。人看涨19000了，你看人看涨，后来你看到19000多，涨到19000多，快20000点，从这里一路一路给你追踪上来，一路都是我对，
学会技术分析真的很重要，不是研究研究研究，理论跟实战不一样，就跟有的老师是专门出公差解盘的，跟实战是不一样的，实战都真枪实弹，而且要把你的钱当钱看。好，很多人都来问这本书，我跟你讲，你今天把节目看完，你可以带回家。好，学会技术分析，不用内线了，也会赚到大钱。好，那今年啊，2016年，很多人都没有赚到钱，怪东怪西。明明是多头年，明明是多头年，很多人还是哀啊，怪啊。年初在哪？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年初在这里，一月份嘛，对不对？是多头，也多头嘞，真正多头嘞，对吧？啊，阁是足侪人啊，无赚着钱，为什么呢？怪东怪西，怪没，一定怪没有量嘛。好，那你怪东怪西，我都承认，都没赚到钱，我也认同。2017，你还要自己做吗？多头你都没赚到钱，那如果空头呢？赔更惨，杀到见骨。我们先不谈2017怎么回事啊，我们先谈2016，今年是多头，我们进电脑看嘛，是多头嘛，很多人都哎呀，没有赚到钱，所以我问你啊，2017你要自己做，明明是多头，你都没赚到钱哦。潘老师做了很多事情，很多的高难度的表演，都讲在前面，验证在后，目的无他，只想问你一件事情，人啊，马有千里之行啊，无人他不能自往。人有冲天之志，无运他不能自通。跟对人重不重要？因为我觉得解盘解那么多都没有用，有用吗？很多人还是误入歧途啊，去找那个便宜的，会送东送西，最后真的送你到西，因为它比较便宜，我汤送也比较贵。然后呢，看发现便宜没有用，套牢了一天啊，也是追高杀低了，再找我杀价，我不杀博人，博人又因我而死。明明是多头啊，很多人还是误入歧途。再问一遍，2017你要自己做吗？莫向外头看，回心啊，他即是佛。这句话我还是要送给你。千军啊，阿猫阿狗的兵啊，很容易找啦。好、哦，要能够带你赚钱的将军啊，真的很难找啦。这个市场，有经验的人啊，赚没有经验的人的钱；没有经验的人啊，就每天跟你解盘。啊，都解释后盘，有方法的人赚没有方法的人的钱，啊，也不凹行情。你看，你看我解盘就知道了。有耐心，像现在一样，我很有耐心在等啊，赚没有耐心人的钱。明明就没有量，啊，你口口装口口装了不好啊，你听我指令就对了。我毕竟我教他按内按内按内，大盘从8900一路二话不说，来到9430点啊，但是我汤顺奎预测指数很不准，差20点。拍谁啦？好，但是能够差20点也不简单了，虽不中他亦不言语。跟你讲不要追了，二话不说拉回来又是400多点，那我就等嘛。那个点啊，你听我口令就对了。有经验的人赚没有经验的钱，看一下，很多人做电子股哀哀叫，南亚科贴都没贴，清汤挂面，目的无他。我要卖你水果，我会破亏给你吃，有甜啊才来参加，没有错吧？所以你看一下39.3，有低不？啊，那时候我讲又被人家笑了，哪有人在讲低润？那低润没起啊，你是讲联电的哦，联电嘛没起啊，啊，那南亚科今天也假。哎，老师啊，南亚科好误会了，老师啊，南亚科可不可以追？你看散户都是这样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追？回首来时路十一四往，他恰似飞鸿踏雪泥，反走过他是会留下痕迹的。当初我那个当下可以躺着趴着跪着买，大买500张，大买500万，为什么你打死都不来？买的越多，跑得越快，因为你不知道何去何从。有经验的人呐、啊，赚没有经验的钱，所以我也不怕你买，买你一定跑得很快，因为散户都是这样，小赚大赔，小赚大赔。我们是怎样赚到现在？我们还是不出呢，我们是大赚，大赚还不出呢。你看到没有？涨那么多，人看涨，喷出去了。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头也破，一路薄扶摇而直上，如入无人之境，持续挑战地心引力，石破天惊之势啊，喷出去了。我们是赚很多不出。我再问一遍，这档股票南科啊，南亚科，它是电子股，我有没有贴？电子股年底好不好做？抛开你没做钢铁股，我不谈了、啊。
只蒙到一党不必参加会。我说三军啊，你看三军联合大作战，我说会盖成这样，表示什么？很有把握，表示万中选一，你上车就对了。这个点，从我盖完之后，从来没有低点过。盖完之后，三大法人帮你抬轿，是不是很碎？哎、欸，老师啊，真的碎，当你的会员真幸福。你看，你都会讲啊，又是一路过关斩将，势如破竹，头也不回，一路薄扶摇而直上，喷出去了。啊，钱难赚，钱难赚，钱不是很难赚，是你不会赚，没有耐心，没有经验，没有方法。再问一遍，马上2017咯，多头年，你还要自己赚吗？这一波大盘回档400点，400多点，我们来看一下这档股票，两个都很棒，它的日线图，回档400多点，它为什么不会跌？你上车就对了，会费的问题，好，我们帮你开了一个会，想拼过年的红包了，小红包拼大红包了，拼的，想要过好年的，你打电话进来问，会让你吹球把球，只有150个名额。前10分钟来电的这本书啊，葵花宝典啊，你可以带回家，学会技术分析啊，不用内线也会赚大钱。我们明天见。本公司与分析师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挑战可不比大人少，所以妈妈都给我最好喝的美露，补充活力。它的营养金三角，富含钙质、天然麦芽萃取和维生素 B 群。美露给我营养活力，影响新挑战。美露升级新配方，添加双倍牛奶、双倍钙，让孩子的成长与活力双赢。营养师妈妈的我推荐给您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，全方位帮您理财规划。一通电话加入共创双赢的财富巅峰。富德同步致富专线02-2578-3000，02-2578-3000。我有更多的时间陪妈妈，因为威猛先生让打扫又快又有效。威猛先生尽力省时，让你去生活。忠诚。投资是一件很轻松的事，你做得到吗？理财需要很专业的背景，您知道吗？富德同步拥有证券期货双证照的专业投资公司，网罗各界精英，标股千挑百选，期指多空双向。惊人的时空冒险，麦克法斯宾达。I'm beginning to like this。奥斯卡影后跨年首选《刺客教条》本周三上映。真台汉方素鸡精就素要健康，聪明素食料理72变，煎煮炒炸蒸拌炖冲，料理多变化。